接力决赛，好，然后在跑道上面来进行了。目前这一组主要大部分都还是国内的选手，那四乘四百目前看来也是都是国内的队伍而已。那第一组大部分有一些是一些高中生或国中生，其实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机会在进行磨练比赛代训的一个模式。第六道高士阿联国中 ，Inland 6阿联 Junior High School。第五道中士长益高中 ，Inland 5长益 Senior High School。第四道台北市 ，Inland 4 Team Taipei City。第三道彰显黎明田径 ，Inland 3黎明 Training Center。大会纪录是由泰国所保持的3分09秒99。去年的比赛，在台北市所进行的赛事，泰国代表队在这个项目呢，男子组部分保持了大会纪录3分9秒99。比赛展开，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于第四道的台北市应该是慢慢的领先的一个状态。第四道第一棒是何思翰，现在要进入到第二棒。全国纪录的部分呢，比这个大会纪录来得更快，3分06秒51。这是在第22届，就是前年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中华队所写下的。那个时候的四棒包括陈杰、于承毅、杨龙翔还有王伟旭，那时候王伟旭也是400公尺的成员之一。台北市现在是在领先的位置，但两组的一个分组，所以是采计时决赛，所以每一棒都要发挥得很好。对，所以第二名跟第三名拼得很接近呢。这个就一次绝了，就是一路要开到底。是。第三棒的李恩宇目前还是在领先的位置，是反而是2、3、4名抢得很凶。二三四名相当的近哦。对，那看起来台北市代表队没什么问题了，是因为这距离拉的真的还蛮远的，反而是现在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呢？谁会挤到前三名啊？要看这三个组合是。哦，冲上来了！所以一二名的一个拉距是相当的大了哈，至少50公尺的一个距离。
台北市的最后一棒苏君浩。三分是9秒92。最后完成比赛的是新民高中，五个组合也都完成比赛。男子四乘400公尺接力计时决赛第二组的各单位，现在还有第二组了。首先介绍的是成功大学。这不错了，有一些动作设计出来，对。那成功大学也相当不错，他们是非游体育科系的啊。刚才所看到的选手应该都是以一般过去在大专运动会是一般组的选手。嗯，这种可爱风。辛苦田径训练站。高市小港高中。好，今年不管是一些这个 training camp 啊，或者是高中的同学啊，是，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哦。或许真的在他们毕业之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的训练当中，我们可以挖掘到更多的啊赛跑的选手。那这些选手培养，到时候可能就是奥运的培训队。没错。那当然就是现在就是从在基层的一个培养，就是要非常好的一个扎根，对。好，前面一组最快大概是3分钟19秒了，所以这个要来比较一下成绩，是，因为分成两组，所以要计时。第三名新加坡李游，成绩14分58秒61。Bronze medalist from Singapore, Lui Yong So. 第二名韩国的金泰珍，成绩14分53秒18。Silver medalist from Korea, Tai Jin Kim. 第一名台北市李奇鲁，成绩14分52秒24。恭喜获奖的三位选手。感谢在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谢谢。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好，三位的选手，这是在5000公尺决赛，要恭喜李奇鲁呢，分别击败来自新加坡以及韩国的好手，最后拿下了金牌。颁完奖之后，赖冠宇要准备了，他跑第一棒。在奥运培训杯的部分，第二棒是余承毅，三棒陈杰，四棒杨龙翔。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奥运培训队能不能够这个写下大会的新纪录。前面提到是泰国代表队啊，在去年所写下的3分钟09秒99。那奥运培训队是在第四跑道，第三跑道则是成功大学四位的选手。第五跑道是 Hodala， 第六跑道是新埔田径训练站，第七跑道是高雄市的小港高中。第二组为大家做各单位的倒数介绍。Ladies and gentlemen, at this moment, we give you men's 4x400m relay final and introduction. 第七道高市小港高中。Inland Seven, 小港 Senior High School。第六道新埔田径训练站 ，Inland Six， 新埔 Training Center。第五道 Hodala ，Inland Five， Hodala Sports Club。第四道奥运培训队 ，Inland Four， Chinese Taipei。第三道成功大学 ，Inland Three， 成功 University。大会纪录是由泰国所保持的3分09秒99。好，介绍完了五个赛道之后，比赛要展开。
大家可以来关注啊，就是第四赛道的奥运培训队。他们是用3:07的成绩啊来报名。第一棒是赖冠宇。进入到直到奥运培训队直接拉上去，整个速度就加上去哦。现在赖冠宇的距离已经完全拉开了，是基本上以这个国内的水准，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比了。没错，他们就是要代表台湾去奥运比赛的。培训队现在第一棒，现在第二棒是余承毅。开始要进行抢跑道的一个动作，通过角锥之后就直接可以切进去第一道。哇，整个差距就整个拉开了。后面二三四的差距差不多，是第一名已经大概到非常远的距离了。希望奥运培训队能为自己再创下非常不错的一个佳绩。第二棒的余承毅交给陈杰，进入到第三棒。我现在澳大利亚以及成功大学是相当的接近，没错。澳大利亚现在在第二，成功大学在第三。我看到陈杰的跑姿相当的舒服，而且相当有节奏性的在进行这一个400公尺的一个跑法。进入到最后100公尺。最后杨龙翔，杨龙翔他400也有跑到47秒以内的一个水平哦，相当的快。是。看一下杨龙翔的最后这一棒。最后150公尺。进入到最后的直线，看有没有机会打破大会纪录。有一段的距离，是最后是以3:12.41来完成。紧追在后，第二名是 Hodala， 接下来是成功大学，这个是大专遗嘱的巴洛，对，很壮。再来是第四名，新埔田径训练站进来，再来是高雄市的小港高中，最后也顺利完成。好，这是最后会计时啦。那如果你纯粹是以时间来讲的话，这一组的第一名奥运培训队当然是压过前面那组的台北市，是3:12一个是3:19，对，所以最后在4×400公尺接力的决赛呢，2019年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呢是奥运培训队所拿下金牌。好，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也非常